王阿 Rain 一连两场嘅香港演唱会圆满结束，第一场就吸引法哥周润发呢位星级歌迷去捧场，而尾场亦吸引来自亚洲各地嘅歌迷，入座率达九成。开 show 前，台上嘅荧幕先播放阿 Rain 嘅片段，俾一班等候嘅歌迷先指下喝。随后灯光开始变暗，音乐升起，前排嘅歌迷已经高举手上嘅荧光棒，企起晒身，表现兴奋。穿上闪闪西装、一副黑超 look 嘅阿 Rain 喺象征时光之门嘅荧幕中间出现，霎时间引嚟尖叫声。Rain 试尽浑身解数，劲歌热舞一番，睇到台下嘅女歌迷神魂颠倒。阿 Rain 由台后越跳越前，行到 T 字台嘅最前端，再嚟拍 solo 舞步。阿 Rain 又唱又跳足两个几钟头，真系跳到身水身汗。各位歌迷当然最期待嘅都系呢一刻啦。阿 Rain 除开西装 ，show 出一对红壮嘅手臂继续跳，配合埋台上嘅烟花效果，真系非常之震撼啊！完成了香港站的演唱会之后， Rain 的巡回演唱会将会移师到印尼。